Nope, nope, bruh. 我被抽到把我公安的钱全部还回去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丸。现在我们要来抽的是这个《守望传说》今天推出的这个新卡池哦，非常可爱的这个八尾狐奈里，非常可爱的小狐狸哦。打开这个画面，看到了可爱的小狐狸，肯定是要抽到有为止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在抽我之前哦，刚刚我的好朋友 NK 哦，七万宝石才抽到九色加武器啊，我应该是不会那么惨的、啊。先跟大家讲一下最后一些抽卡几率好啊，抽到三星角色的几率是 2%， 然后 pick up 抽到我们狐狸的几率是 1%， 所以期望值正来讲是27000颗钻石可以抽到一只，来期望值27000，但是我实抽带走，特效紫色的贴纸还有机会实抽带走，哦耶！各位观众，小狐狸。哦，我没有的狐狸。他总是女武神，省100万点，不亏。白色贴纸是在哪里啊？右下角大片的上面哦。哦，还没抽过不知道长怎样有机会了。我看到左边有个贴纸，看起来特别的漂亮，有了，谢谢各位，哦耶，各位观众，小狐狸来了，哦，又是我没有的，狐狸 ，nice 狐狸 ，no， 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这么会歪？对啊，狐狸啊，不是，你在隔壁哦。你说我抽隔壁那一只，看会不会歪到小狐狸哦？那我签 L 好了 ，L， 因为他感触有够差的。来了，这第几抽啊？80还90？你们知道我有很多这种黏土人的盒碗吗？但我发现我没有白色的盒子靠谱来，长得一样对不对？钻石的男人，有办法让我抽到小狐狸吗？小狐，干你他妈的！已经歪了三只了快不行了问安，我真的快没办法了，我会不会抽到把我公安的钱全部还回去啊？敢来啊！38000，我不信道理呢，敢不敢来？我操！我已经可以保底把它换出来了下一单。三盒白盒够欧了，然后其他人白盒那么高，大哥，我140抽我140他妈像没给我一个 pick up 了，算飞了吧？我要这只狐狸给我钱有屁用哦？是在考哦？在哭是吗？我要这狐狸还给我钱的我干嘛？凶！哦干，我的白盒嘞！我尊重虎，虎你不要生气，虎有了吗？虎，拜托你的虎，虎，5万钻石了5万钻了，可以吗？虎，先给我个白色的盒子。我100多都没看到虎，看他一单不是2690，他一单是3290但其实蛮贵的。相信挖矿理论，你们知道我这里要是我停止，我不继续氪金了。我他妈前面三单跟本来九元钻丢水沟，我这里要是不继续抽，我前面的62000钻石他妈直接丢水沟。看我抽62000嘞，是在靠背哦。熊安，我要比你多嘞，熊安。爽啊，刺啊，爽啊，刺啊。没有，我希望至少给我个盒子。我已经100多抽没看到盒子，你至少给我盒子让我开心一下。我抽到纸了，干，真的假的？不要！干，还好还好。我现在因为没有白盒感到开心干，我真的不知道在干嘛。你不要让气氛那么沉重，我希望你至少给我个白盒。我真的是怎样啊？我真的快不行了他妈没有带白盒，干你妈！不能来，朋友们！问安，我要跟你一样了，我要7万了。你这样 YT 会红？不是啊，问安，我不要 YT 红，我想要不要氪那么多？怎么给我这么回来啊？
代替，然后他妈的我自己直抽带走，我还不用花钱，拜托白白，我干怎样啊？还有人跟我说什么大王你好，欧尼老师啦，我干说都给我出来，重开怎么了？没屁用啦、啊、我游戏玩那么多，重开怎么都是假的啦。唯有继续冲，继续抽，抽到白盒，抽到小狐狸才是真的。保持正面的心态，狐狸不要生气好不好？狐，我尊重你，我今天会把你的水喝完，你可以帮我把狐给带走吗？拜托你的狐，狐。你可以来吗，狐？拜托了，狐！狐，你不要生气，狐！狐，我拜托你不要生气，你不要！狐，海底捞月，狐回家啦，狐回来了。哦，好可爱哦，值得啦，值得啦。我觉得我角色都飞了，我武器应该不会飞了，我一单就好了，我一单抽不到就算了，好不好？没有阿云，没有很多，四张还好 ，OK。阿云，你听我讲，你要想一下，你看我们守望传说，厂商也是非常的 nice， 跟我们进行了这个长期的合作。厂商给我们钱，让我们好玩的游戏，我们这个好玩的游戏在氪金抽给观众看，观众看了之后，我看得舒服，也玩得开心，很合理吧？一个正面的正能量的循环。那我这里武器带走，谢谢各位。这箱怎么那么丑啊？好丑，好丑，好丑！保持你的决心。大王，你可以的，漂亮，送给你们四个字：海底捞月。欧内盖，拜托！我330抽哎、欸，我330抽只有四个白盒，然后里面一个狐狸，算了吧，剩下的留着吧。我认识的大王是不会停的。干嘛啦，小谭？小谭休息了啦，休息。干，差不多，这次不出就在一单，出的越多你解越好。你们在靠背，干啥都在靠背是不是、啊？告诉各位小弟弟，我今年29岁，正上方这个男人是我的好朋友风谈岁月，今年22。为什么会变这样呢？因为他的精气都被我们的狐狸给吸走了，因此我决定献祭这风谈岁月，献祭他的精气，送给我狐狸的武器，那个狐狸的宝座，欧耶！对啊，风谈，我愿献祭我的好朋友风谈岁月，换到一个狐狸的武器，拜托你，拜托你了，拜托你了，干你！风谈，你真没用。所以我120,000他妈，我只抽到四个白盒加一把武器。好啦，算了啦，至少这支影片会有很多赞啦。他妈的，我唯一的优点就是这支影片会很多赞。艾维克，十抽出货跟你换一支片好不好？世界分裂成起飞喽！怎么可能，维克？好啦，不过维克平常帮我们剪很多片啦，而且没意外，我得的那支片应该也是维克剪的。威克，你要不要进精华、啊？你自己要不要加幕后花絮？你自己决定啊！我尽力帮你啊，威克。哎，威克，你是狗吧？你这样真的不可以，威克。你这样不行，你不行啦，威克，威克不要啊，威克不行啦，威克不要伤害你老哥。自己买来看过之后，感觉又更不一样。